我们这个房子就他们这个，如果丢儿子，两个女子，现在丢儿子去警察打工，两个女子都出家，也没人了，现在。 人生走的房子拆掉了，现在就都那不种了，就也没人了，人都出去打工去了。俺这个没关系，是我们这个地方人少，那么上吊还就那么放着呢。说这个城市那没的话，就为了抢的话，早都不行了呢。那知道啥？我们就盖着，盖着，我们这盖着采访是好难的。那往后来查，后来就在这的。 不知道你儿子放的有没啥铺子给他放，你说？你说？这是娘生，儿子就是。就这了，就是。我们反正没家来了，就是也就是这样，就是。这口看学出了就是大病。这个就是我的家，我们是住住比比就在这。行吧，这个就是我的家。 我们自己比就在这，是我们老父亲，是不是？他自行车坏了，修自行车。